大家好，我是长荣大学艺社建造二年级许文元。这次我们的主题是认识你我他，一起道尽部落美景，主要针对偏远地区的孩童，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所造成，孩童们得到的资源相较于其他地区少，再加上师资流动率高、教室设备不足等等，以至于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，造成城乡差距，会让小孩有不信任感或缺乏自信。此方案是透过夏令营的方式，让他们在活动方案过程中了解到外界的资源，且放眼国际，学习到课本上没有教到的东西，认识自己的文化与优势，发挥到日常生活中或以后的职业学习生涯上，发现文化中的独特与美好，进而培养他们的同理心，优化自己的生活环境，增加学识基础，希望他们有个健康快乐又难忘的暑假。谢谢大家。